未知是对明日的追逐，热爱是一往无前的勇气，年轻是创造力与爆发力同行，梦想这一刻更加闪耀。美在两岸2019青年网络视听作品创作大赛全面启动，五大主题：青春、亲缘、传承、知行、清新。赛程设置，六大亮点精彩呈现。征集阶段广发英雄帖，即日起，平均年龄35周岁以下的两岸青年创作团队，可通过官方指定渠道报名，线上提交剧本大纲及相应材料。团队推选阶段，用故事说话，每个选题推选20支优秀团队，入围创作大赛，共计100支创作团队。创作阶段，青年原创力，参赛作品要求片长为8至20分钟，符合主题要求的原创作品，作品内容展现两岸青年人生活、情感、奋斗和积极向上的理想与追求。作品推选阶段，入围角逐，每个选题推选6支优秀作品，给予创作扶持基金，并有机会参加大师班培训工坊。大师培训工坊，探寻影像的力量，邀请全国知名导演、编剧、摄像、制片人亲身指导两岸团队现实创作。荣耀时刻，中评与颁奖典礼，通过专家评审团与大众投票评选出1、2、3等奖与最受欢迎大陆、台湾优秀作品，给予相应奖杯与奖金，并邀请入围团队、两岸影人共聚闭幕式及颁奖典礼。你不可错过的是两岸百场作品巡展分享会，五大传媒渠道联合推广，全球华语青年影人训练营入选资格。我们在寻找用影像创造新时代澎湃浪潮的青春力量，我们期待怀揣光影赤诚，诉说叩响人心的两岸故事。我们相信每一位青年影视人的声音都值得被世界听到。